来袭，宜兰太平山在昨天深夜终于下雪了。有学生知道消息，凌晨摸黑冲上山，还说就算翘课也要前来追雪，更在现场打雪仗。太平山成了银白世界，还有来自泰国的辣妹穿着迷你短裙也前来拍照，要留下最辣的雪景照。一夜之间，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太平山成了银白色世界。踏上雪地，肯定要先来打场雪仗。宜兰大学的同学们穿着单薄衣服，凌晨摸黑冲上山，只能说他们还是太幸运了。21号深夜，太平山一度降到-6度，水汽充足，天空降下白雪，让他们放话，即使翘课也要追到雪。不上微积分，上电视。哦，有够难，手指快掉下来了，唱完卡拉 OK 就冲过来了。裤子都有穿一件而已。说到了，同学们还是太逊了吧。太平山上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眼前两位穿着迷你裙的泰国辣妹，当然不能放过在雪地里的美照，各个角度都要来上一张。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the one in my one。 听到音乐以下呢，有没有让你回想起知名日剧里面的经典场景？来首 First Love， 跟着我们的美女主播搭上游山列车，挺进太平山的雪中山林，沿途景色就像被撒了厚厚糖霜，树梢上铺了层白雪，就像套了件新衣，还有浓浓雾气笼罩山头，美到不可置信。很兴奋啊，也觉得很惊艳，很美丽啊，意想不到，因为我们新加坡来的对，所以都没准备好冬装。好美哦，真的，我是第一次看到雪。这回银白色的太平山提早帮上山游客欢庆耶诞节。耶！记者综合报道。